店我超推的，我自己有添购，它是就是摸起来有立体压纹的格纹，而且它是深蓝色的格纹，然后呢搭配有一点点土耳其蓝绿色的感觉，它完全是软料，所以呢穿起来我觉得整个人非常非常的亮。那我今天其实也是很轻松简单搭一个白裤，我觉得整体看起来会比较亮。然后再来这一件呢，它是完全 SML XL 都可以轻松驾驭，后面是做松紧带，而且呢它有做一个有点像罩杯的感觉的一个桃心小领子，所以让我们正面看起来副乳也遮了，肩带不会滑落，因为它做微宽肩，而且它的肩带是做比较左边往外一点点，所以呢是完全藏住副乳的。那中间的扣子它的边有做超级精美的提花边，那这个扣子是造型用，然后它是假扣哦，它胸以下其实都是腿，而且它虽然是微散状，但是它是给你 S 曲线的散状，它不是这样子散开的。而且呢平常你穿小白鞋拖鞋简单的出门就非常的好看咯。如果你是要去上班穿搭，你可以穿一个黑裤窄管裤或是西装裤，其实搭下去啊都跟我现在穿白裤的感觉不一样。你想要亮眼一点，家中有可爱颜色的包包都可以给它搭配上，我觉得这样整体的造型感非常的可爱。